还真的不如中篇，直接给我写中篇就好。难上加难。好久，过度保护了。这么厉害。
啊？等等。还有一个应该可以问，对，那这两个都要加进去。它这个东西在事发当下的时候，谱已经破掉了，我要怎么写上去那个字啊？那个破掉的时候，我根本不可能把它组起来再写字吧？就只能够出示那个谱喽。
写信回来发现，没有时间多做调查。哎，没有漏掉任何一片是吧？没有用吧？先存起来了。应该就是这个了。我真的觉得他们能够完全复述前面所说的任何一句话，这一点很厉害，记忆力很好，我没办法做这种事情。
最后的饭局。审判长被追问，审判长崩溃了，审判长大失态，被人审判了，太白烂了吧？之后发生的事情，超北七的、欸。哎、欸，回来了，回归，哎、欸，哎、欸，不是回归，这是另外一位还手机没电了。啊，咬破手指，完了，要住院了。什么鬼啊！真是太好笑了。还在胜诉中。晕倒在旁边。还有，所以那本入门书吗？
前面是被扒了一块下来，脸色好差。才刚开始，马上就又出来了，吃完了。你给我退下！呵呵，悠闲的坐着。要不要击中一下？哎，哇，糟糕，被拱出来了。不出事，出事就不行了，不能出事吧？是不能出事吗？选这个，这游戏可以这样子玩哦。
就是那一块布啊。这个阶段我是要选的布，因为它这个东西，它这个没有办法，就是确定，就是它没有以往的惯例，你必须真的要选，可能要存档这样子。啊，还有，哇！哇，直接讲出来。前说完之后都是边，哇塞，你讲出来。我先存，到时候他如果真的叫我拿出来，完蛋。出事吗？现在是出事了吗？别说说说。那出事吧。
可是有一点奇怪的是，它上面没有血迹。如果当时压上去，然后结果就失血过多而死的话，照理讲上面会沾血迹的。自己都震惊到了。我是那样想，可是我不晓得游戏是不是这样想哦。说话，哈哈。没有血迹吧？我再看一下那个土，对啊，它在那个地方，它都流上来了，它
可是我正看，我没有看到血迹的部分。代表那个在之前，那之前就被割掉了。又要被雷劈了吗？哇，太蓄意了吧！啊，还一。还玩这一套、啊。这并不违法吧？应该是这样子吧？并不违法，之后拿我拿出那本书，对不对？哇，这样子这个有点哈扣。
要拿书出来，对不对？一概不承认未经警察署认可的。如欲提出尚未登记的，必须拿到能够证明其，因为他的其二的关系吧。这什么鬼？这种逻辑，这种逻辑推理。他这个要从原本的论述中找推论点，真的很不容易。你要是想他要干嘛？会比较复杂，而且他这种还是跟一种那种用法律跟一些规则类的东西打交道的，那这种游戏会更复杂。他会有个论述点，然后你要从那个论述点提取出那个要素出来，然后跟他做搭配才可以。又要被雷劈了吗？哎，没有。哇！连续拍手。
要重启是不是？哦，他这时候还蛮冷静的，天哪！哦，因为他带你手到，所以没有手印了、啊，没有指纹。哇塞！他这个时候还是很冷静的状态。审判长这个时候有点帅哦。
过于乐观了、欸、他。怎么讲？他那个太气度真的太夸张了。笑得灿烂，真的。啊，总算了，超级久。真的总算，超久的。嘿。哦，他没有被夸奖之类的。哇，这么挑时间啊。太厉害。把人积压中哦，哦对哦，这样子哦，带过来比较困难，不要传出去。
好像是被那个弹簧刀弄到手吧，印象中是这样子的。啊，结束了。躲在哪种地方？啊，跑走了。哎，没有跑走。全部了。哦，不要忽然问，悄悄什么？为什么这个他看招？啊！拿错了，是证据啦，那个拿错了。
可是我觉得这个比较像陈不同的做事，会比较那本那个证据法则那个入门书啦，是那一本啊，拿错了。可是我觉得好像拿错比较像是陈不同会做的事情。哦，陈不同你会犯蠢。这个是同一系列的书，我天哪！那个时候把之前人冒出来好不好？为什么遇见是最后一个？啊，呵呵，啊什么了？做其实它就是有魄力。干多少？哎，当律师很，当律师还要赔钱哦。一爱。这后面还有这种东西哦，哦，这段好长哦，哦，后面还有后续哦，天哪，验尸官，可能警察之类的吧。好长，超长的。第五章超级长的，我不知道后面有没有那么长的、欸。因为它这算是独立出来的一个章节，所以超级长，就还要回来，是不是？谁？啊，不对，比利不是仙人掌吗？应该是仙人掌吧？糟了，对仙人掌开始当好朋友的意思吗？哇，他今天也在。
确定要继续让他一直播这个吗？牛排便当的决斗，哇塞！放啤酒水，看人就是仙人掌没有错。你说的是如果逮捕君变成那个 Final and Freddy's 的那种形式的话，应该也蛮恐怖的吧？陈不堂便当是什么？什么鬼？大逆转的滋味！吃的这些不要那么烦。这句话好嘲讽哦！天哪，超嘲讽的！就咚咚咚咚咚咚咚，然后跑过来这样子。连审判官都有。哎，不要忘记名字吧。哈？审判长，这样真的没问题吗？混在一起是会变成什么鬼？我就不晓得了。哎，怎么出现？这还要等到二代才会知道吧？可是审判官是目前为止最没有问题的人啊，这在这里面所有出现的角色里面，就只有审判官是不会涉案的人物而已。目前为止啊，完全没有涉案，没有涉案嫌疑。哪一天的时候，那个整个故事里面跑出审判官变成证人或者是犯人角色，那就完蛋了。应该是陈不堂的视角吧，要不然就只是单纯的，就是因为他有时候讲的话的人不一定，应该是陈不堂啊，这样子看的话。不要说的好像姐姐是背后灵，要不要？哎，这个车站我觉得好像，为什么还这个时候还要看？不一定吧，要看情况。有些可能是对着陈部长讲，有些可能是对玩家讲的。啊，结束了。如果按继续游玩，会跑到哪里去啊？啊，不是。开始新游戏，他就直接跳，对，他就会跳这个了，因为我刚这个已经结束了，而且他复数逆转根本就只是第五章追加，所以他就演到下面变当副标题，真的是一开始根本没意识到。对，再来就是二代了。
哦，玩吃好累哦，心累。哦，一代在这边完全结束啦，之后我就可以把剩下的存档全部丢在 B 站那边了，因为我 B 站那边是一个章节一个章节放的，我要等到一整个章节都玩完之后，我才会放过去，所以我都要一直囤着，就是一直累积那个档案量，超麻烦的。Oh my god！今天就先关台，明天我会先去玩其他相对来讲比较轻松的游戏，对，就不动脑，不用乱想些什么的，就可能动作或者什么其他一些很轻松的类型，就是。反正明天，对，明天就是我自己玩嘛，暂时先不碰逆转裁判，他这个已经相当于是半个一代的感觉了，前半部的一代这样子，时间长度差不多了。累死啊！好了，今天这样子啊，先玩喽，拜。